中心中心西湖动摇不叫，中心西湖动摇不叫。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啊，是发现一台轿车侧翻啊，那现场是一名男性的驾驶啊，那被受困啊，压制于驾驶侧啊，应该是侧翻，然后受困于车内。他们到了现场立即评估啊，那患者啊当下是呈现后马昏迷的状态，那我们立即可以实施脱困，那协助将他救出，那上警圈常备板。那现在现场患者已经昏迷了，那我们预防性就上了 AED 跟 Lucas 做 CPR 的准备的急救，然后后来有 B 都91后送惠普彰医院。